啊，一样啊，它这种雾带水啊，哈。它这边都这样啊。你们讲的不是那一家啊？哦，假上宝不是啊。我们还有那个。雄霸也是，前面还有一个。哦。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哦，百威登。面包店在这。没有啦，昨天就看的是帮那个掉粉介绍一间最靠北的 seven， 就人很，人很热。哎哎哎，不要掉了。哇，你不能你边转边玩哦。而且我等一下开机看看。你有开吗？刚刚？啊？你刚有开吗？没有啦。我没开。他不能，你只能往转紧的方向，不能在那边转来转去。等一下我看看。我这镜头要是没对啊，怕到镜头，要是没有加这盖子你就挂了，我跟你讲，那镜头换不到。那是保护盖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去了。明天因为今天晚上有开船。哦，今天晚上的，好好好。因为礼拜三就开船了。对。哦，人家光是一个东引界有点，哦，还没走完呢。比较特殊的景点还没有去走。嗯。安东。安东是什么？坑道。坑道。啊、哦。我们都习惯戴安全帽，就这样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带着下去就好了。走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先看一下简介，帮我们这是什么？坑内阶梯啊，完蛋了！看450阶。对啊，看不到尽头。我哎呀，这什么？谢谢。哇，天哪，450阶！哦，如果拉450只鱼，我就要下去了。哦，这然后这边是交亏了，交亏了。就是说你下是吗？亲爱的游客您好，为了你的安全。哦，进坑呢要戴交盔，交盔用臂再放尾，再交盔我看看。哇，这交盔哦，哎、欸，那个阿瓦，我要换交盔。那你换交盔啊？啊，比较轻啊，比较帅啊，换交盔，换交盔。好久没有戴钢盔了。要换交盔了。哇，这对啊，这些像阿兵哥的头才会帅。对啊。哦，好可爱，很想敲你的那个。OK, go。 那他原来这个是要干嘛的？战车啦。啊，战车啊、哦。他早期是因为车辆吉普车啊，什么都会开。啊，可怎么可能这么斜？骗你干什么？这么斜能开哦？不知道。好了，450阶，那么就从那个阿华，你们要跳一下，我们就直接到底下再跳一下就好了。跳一下。哎，对，哎，打，好，到底下了，哇，我们跳下来了，哇，这个450阶。安东坑道路线图啊，然后哦，看一下，养猪的猪舍啊都有。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有猪舍？以前有，在左边。以前有养猪、欸，真的有猪哎、欸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去看。那我们先往右边去的。哇，现在慢慢很多这种开放，这种是真的不错哦。这个有灯哦。哦，这个是弹药库。嗯？之前弹药。哦，是弹药库。很大、啊。哦，之前弹药库这里面，哇，这要放多少炮弹啊？哦，哦，它里面还有钢架，它外面在加棚啦，嗯、搞不好就是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进下来了。那边。这边要先看嘛，好了，中山区。哦，反共救国，军于东宁。对啊，转战来台啊。这个位置啊、哦。对啊。哦，它这边有个历史轨迹，3840这样哦。一直一直到民国近三年。七十七十哦，到这边哦，那时候民国99年，
我要看一下我的年，我的岁数，出生年代，就是我应该是在68年吧。啊，哦，71年。哎呀，我是谢前之副总统。哦，74年、75年、80年。75啊，这是我的年代啦。啊，这郝柏村，这我的年代。75。啊，中要你81年终止那个战地的政务。马祖东引地区。哎，他这个不错哎、欸，他这都已经是把它印上去了。哦，都已经印上去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历时间轴线的、啊、哈、哦，就是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哦，蛮特别的哈、哦，美化一直到现在百年，哇，关怀那种全民国王教育，啊、哦，然后就是营区开放了哈、哦，对啊，不错不错，啊，这里面真的好大哦，又有高又挑高，这间呢，啊，紧密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就这样单独扫吗？他先拿去粘那个啊，前期就好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不贴啊，他哦，这自己哎，里面有哦，连头都这么大。哦，里面还有哎、欸，啊，这可能就是寝室啦，办公室还有开关插座，这都还有旧的开关插座。副连长是，副连长是管这一区也够大了。那后面那个关起来，那边是以前的厕所。刚刚哪里？就后面那个，他把它弄起来，栅栏弄起来。好，以前的厕所。他是在这边做战士。对。那后面呢有关起来，那就是厕所。厕所。哦、见。大寝室。大寝室就是阿兵哥睡觉啊、哦。大寝室，我看一下。没有开放。我可以远观。他还在整理呢。整理哦。又在整修。哦，他说请勿进入了，好不好？还在整修啊。禁止跨越。他这是官兵跟一排的兵力啊。对啦，就是啊，什么官兵就全部都这样做。一间一间的啦，哈、哦。他都整修过了，都在整修过，地也铺平，之前都这样。你左面都，你这边有吗？岩壁上面都是。有那个床。一般是五六月那时候才来吧，那时候天气热才来，来这边产暖啊。哇、哦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一个炮口。对啊。小炮就对了。我、哦、那块岩石掉下去。哎呦，对啊。没有啊，都没有烟雾了。这个时候天气还那么冷，应该还没来。你看那个潮差都那么高，对啊，哦、这真的应该是没人爬下去钓鱼了哈、哦。怎么可能爬？你像那个有没有？有很大、啊、哦，对对对对，在那个礁上嘛。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，那种一个人不要有伴才可以啊。对啊，快点看到海爬沟、哦。对啊，漂亮，你看你看看，左右两边要是有电灯的话，它就会在那边做巢。我们夏天那时候来燕鸥好多 哦这么大，对啊，是一个开口，哇，这个他们会在这边做巢啊，在哪边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确实是不太一样，都是说他的用意啊，大部分都是，哦，就是说早期啦，就是他可能军事上都有用意就对了，对啊，不是机枪阵地，不然就是那个这个黑尾鸥的。黑尾鸥、哦、也是鸟的就对了。现在哦，这个整个大峭壁。对啊。哦，它就是都会坐在那边呢、啊。嗯。哦，草地上。对啊。有吗？那个之前还有挖过的洞有没有？嗯。然后那边有没有、哦、那个洞有？真是不可思议，在隧道里面养猪。大坑道里面都把它养猪吃，怎么会这么夸张？那就是说什么意思？他们的食物啊？我你这季是春天啊，你不杀人吗？还有猪可以吃啊？哦，那你哦，那你吃剩下的给他吃，然后他吃完以后，啊、我们再吃它。剩下的喂它干嘛？对对哦，这样讲也对哈、哦。这边还有一个养猪的、哦？不是，猪在这边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哦，这边也是一个洞就对了。点这个看起来很漂亮，这是跟燕鸥那个一样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它这个可以看第一安能头啊，就是那个、啊。而、啊、且我们刚才看的是那个洞吗？
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这样看是不是像一个印第安的人头？这是鼻子啦，啊，这个是小狗头啦，然后这个是印第安人，那旁边那个小狗头。哦，这种教育太可怕，这石头这底下都石雕，哎，真受不了。嗯，石雕。哎，他这为什么写旧猪舍啊？这要这样养猪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他写旧址啊，他写旧址啊，他就写猪舍做旧址啊。在这里吧，这里吧，这不能进去了。以前是有崩了吗？对呀，他崩了。你们把它打开。结果他们为了示范，里面还是要放个猪啊，最早是猪的模型吧。其实应该是要这样。然后这个口袋是往那边 Q， 往那边流的哦。这以前一定蛮臭的。哎，这是通风很好，应该是。对啊。哇，我的妈呀！刺激啊！实在是。对啊，总不做个电动的哈？不做个电梯啊？哎，这弄一个电梯啊、我们这个能不能走啊？哎，可以哦，这斜度好像还可以哦。这腿会酸吧？我看看。可是你走梯走梯更累啊。走阶梯应该是比较累，因为这很像是走450公尺而已，带点斜度。越来越斜。哎呦，华姐，我觉得我们分两段，我们休息。好，我喜欢这节。我们家有没有二分之一？有啦。有啦。啊，剩一小段。还有100公尺，再看不行。快往生了，要求了整个屁股哦，哇，真的，不是很值得啦，但是真的很累，非常累，我没看过坑道挖成这样子。